璀璨烟火结合欢庆乐章，一年一度深受全球关注的台北101跨年烟火，今年特别采用全球首创在高楼架设释放的高空爱心与动态展翅，带给民众视觉与听觉刺激的声光大秀。主题为爱与希望精彩绽放，一起迎向2022的美好未来。这个章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全球首创高空释放的动态展翅烟火。今年101将用16000发的烟火点亮夜空，串起史上最长的360秒跨年烟火大秀，融合 T-Pad 灯网的动画演出，丰富跨年烟火的视觉体验。而在听觉响乐方面，以气势磅礴的交响乐曲作为基调，融入知名台湾歌谣《桃花过渡》，交织成一场惊艳世界的101跨年烟火大秀。希望借由璀璨希望代表光明的烟火，能够抚慰人心、疗愈人心、鼓舞士气，台湾人跟全世界的人类一起迎向美好未来。过去两年，人类受到疫情影响，所幸台湾民众高度自律，并且配合政府防疫措施，疫情控制相对得宜。今年台北101以迎向美好未来为主题，除了向世界传达祝福之意，也期望用爱与希望一同迎接2022的美好未来。庄社记者陈冠军台北报道。